在河边走，红舞鞋也会湿。我爱惜自己的双脚，别走。可我更爱恋人。怎么可能？那可都是人家老公给他买的。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呈现出来的价值不重要，真实才是最重要的。温柔小姐，单总已经走了。他去哪里了？不知道。看来还在生我的气。但是老板也一直在默默帮你啊。普利莫道已经成功入主社派了。其实老板知道你是为了尽快解决这次的事情才瞒着他揽下责任出面澄清的。他看了视频以后立刻去见了莫总，决定让雪米来承担所有的鉴定费用。但是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让普利莫达入主。所以啊，说到底老板面上生你的气，但心里还是想着你的。看到温柔在镜头里真诚的道歉，我挺触动的。但是我真的不能确定，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究竟能不能生活在一起。来，跟我来。这是桂花和女贞嫁接开的花，植物其实啊，跟人类一样，都有愈伤的组织，可以自我修复。嫁接呢，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把两个植物伤口贴合，修复为一个整体。植物如此，更何况是人呢？哪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只要目标相同，相互去包容，在源源不断的问题中解决问题，治愈彼此的伤口，这不就是婚姻吗？一个发现真实彼此的过程。这婚姻呐，婚姻就是一加一等于一，并非是两个一相似融合，而是这两个一呀，都愿意为对方退让，成为0.5。关键在改变。哎呀，看看吧，看看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啊。哦对了，我炖了鸡汤，喝点去吧。鸡汤早就喝饱了。老公，你终于回来了。这话应该是我来说吧。那天晚上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还挂我的电话。我怎么就莫名其妙了？明明就是你那么凶，还说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走之前啊，你就在书房里面。怪不得我当时觉得有声音，原来是你在说话。当时我戴着耳机在跟静静打电话。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小美乱写的汇报。我来处理，公司的事情就交给邹静。好。所以没听到你说话。所以你没有丢下。当然不会，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老公，普利莫达入驻社派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之前你秀恩爱，我总觉得是因为虚荣，完全没想过你之前经历过什么。哎呀，我是跟你说那都是假的，我之前过得挺好的。
在遇到你之前是过得有那么一点点糟糕。我宁愿那段日子都是假的。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一段坚定的爱，我答应你，永远不会让你失去它。其实我之前隐瞒是怕别人不理解我，可我没想到澄清事实之后反而收获了更多的支持。你呢？他生我气吗？不要生我气了。上次你在直播的时候说我送了你18到24岁的礼物，虽然那是假的，但我希望可以真的实现它。之前你的生活我没有参与，我现在希望我都能补上。我希望未来的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可以陪在你的身边。拆开吧。我真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你，在我小时候就有漂亮的裙子穿。这个是我上次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是在一家中古店看到的。当时我觉得这把钥匙和锁象征着我们的起点，是灵魂相似的天生一对。但是现在变了。怎么变了？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寓意变了。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象征着我们的终点。即使我们三观不同，但我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成为一对完美的伴侣。老公，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为什么你总是可以向我低头？因为我比你高啊。你今晚不会再回次卧睡觉了吧？今晚我哪儿都不去。我们彼此相伴是谁变化走过那些阑珊角落，而这银河漫漫灯火装扮总无畏比相模，连戏纷扰不安嘲笑难看迷途会变所有执着。老板，怎么了？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比此刻更重要。打扰了，老板。要不要发到网上？这些我要自己留着看。你不是说了吗？平平淡淡才是真。发给我，我发。发芽结果。爸啊，你昨天嫁接的花苗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昨天晚上风太大给刮倒了。这么脆弱吗？小温柔啊，
前段时间啊，我出去旅游，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知道你戴银饰过敏，这是白金的，你就放心的戴吧。啊，好好看，谢谢爸。喜欢就好。对了，爸，我有个朋友呢，他是做玉石开发的。您平时喜欢翡翠呢，还是甜玉呀？我到时候就放一个摆件给您，放到家里面来。哎呀，你怎么想起送我东西来了？这不是您送我礼物了吗？我也得给您回礼呀。一家人不用回啊。我看看那个老鸭汤炖好没有啊。啊。哎，爸不是说了吗？不用回礼。不行，我还是得回，不然我太没有礼貌了。老婆，我发觉你每次来我们家都太见外了，处处要保持着体面，现在还要回礼，真的没有必要。我们家没有那么多规矩，一家人相处就是应该要放轻松，不用这么紧张。你就把我的爸爸当成你的爸爸，在家里你怎么跟你爸相处的，就怎么跟我爸相处，好不好？嗯。怎么，你跟你爸关系不好？没有啊，我跟我爸关系好着呢，只是我跟我爸的关系没有这么熟悉而已。哎呀，我知道了，我会放轻松的。嗯，这次 Polymoda 能顺利入驻奢拍，是寻觅在背后帮忙了。猜到了，只不过我对寻觅这位总裁很好奇。既然他这么重视门当户对，怎么会和温柔这样的人在一起？哦，难怪温柔前两天直播说自己一直在维持假人设，看来她一直在这个老公面前欺上瞒下。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她应该是用万里千金这个名义才搭上寻觅这趟列车。你要出去吗？车开得太快容易出事故，我去帮我这个姐姐刹刹车。自从新版本上线之后，我们寻觅的用户注册量一落千丈。老板，我们大家真的觉得原来的匹配制度更好吗？既然如此，就按照我们认为对的方向去做。一个企业的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需要静下心来。虽然我们的方向没错，但仍然有很大的优化和改进空间。我打算找一支科技团队研究更精准的算法，打造一个更符合当下婚恋观的选择。更换算法团队那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我看好了一家立新投资。健健，改天咱们去拜访一下，投资一旦到位立刻就开始推进。好，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在算法符合要求匹配之前，公司的一切损失我都可以承受。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还有一件事情，温柔为了我把红舞鞋的设计稿卖给了万丽，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了。你们都想一想，怎么把设计稿买回来。这是他为了我第二次向万丽低头，我就想不通万丽为什么一直盯着他不放。山总，有人找。谁？万丽集团总裁的女儿，她说她是温柔小姐的妹妹。刚才说温柔小姐把设计稿卖给了谁？你好。你好，我是温馨。你是温柔的妹妹？怎么，我姐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确实没有。也正常，毕竟呢我们不是亲姐妹，不过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好。你说你们不是亲姐妹？对啊，我姐没有说过吗？我才是万丽总裁温雅君的女儿，而温柔是继母带来的。
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是万丽总裁夫人的女儿，她的家世明明这么好，却因为考虑我的感受从来没跟我说过。啊，这才是一个人的本质。我知道她好，但是没想过她竟然这么好。哦，我再说一下，我才是万丽的继承人，而她是继母带来的。妹妹，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来坐去。坐呀，坐。你还跟我说一下你跟你姐姐小时候的事情。老板，老板，中午想吃什么？老板，静静，嗯，你觉得万丽和寻觅是在同一个级别上吗？从规模来看，万丽更大；从年份来看，万丽更久。总的来说，不赞。那你说，爱情需要门当户对吗？不是基本条件，但是呢，会困难重重。就拿菜举个例子啊，有些东西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一个餐厅。嗯，就比如牛排配卤煮。老汤嫩肉不错啊，红酒二锅头，香辣酸涩，挺好。马卡龙配油条，又甜又腻又酥又香，没问题。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凑一块是什么味儿啊？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古往今来，前车之鉴遍地都是。独永七仙、牛郎织女，哪个有好下场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说的那两对儿都有一个共同点？结果都是悲剧，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是什么呀？这两对儿都是仙女下凡和平凡男子相爱的故事，女方都是富贵人家，男方都是穷小子。老板，您说的不是您和温柔小姐吗？你也觉得像是不是？不，你们俩不至于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温柔就不告诉我她家里的家庭情况？你也没有理由，是不是？老板，你要你吃什么，我帮你点。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要。啊？妈，我回来了。怎么不开灯啊？你这是？你怎么爱喝酒啊？哎，老公，老公，老公，你怎么回事啊？你别这样，我害怕。今天妹妹来过。温馨。温馨怎么来了？妈妈说的对，婚姻就是一个发现真实彼此的过程。他说什么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爸爸是万丽的总裁。就是这件事情。你隐藏自己的家世是为了我吗？你明明可以凭着自己的背景得到一切，却放下了身上的光环。我没有爱错人，我爱的就是你的本质。我爱的也是无论别人怎么说，你都愿意相信我这个本质。咱们结婚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带我见过你的家人？嗯，因为……难道？因为我们两家悬殊太大，所以你怕他们嫌弃我是吗？
我这次要带善良回那个家。啊？怎么突然想起来回家了？之前时机不对，哼，但没想到这个温馨居然偷摸着去找善良说些有的没的，这是给我下战书呢，我得接着呀。你现在回去更不是时候啊，本来你可以在万里当高管，你不愿意，非要自己创业，现在还得卖设计稿帮老公救场，让你爸知道了怎么看你们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其实善良公司没有什么危机啊。那你这设计稿白卖了？我就是得知之后才卖。哎，那你之前不是说你是真的爱他吗？我是真的爱他呀，但爱情呢也是需要经营的。妈，我是你亲女儿，善良是我亲老公，咱们这次是三对二，人多势众，你那天平能不能往我这边倾斜一点？不要总是站在温馨那一边。这次我回去，你对我跟善良好一点。哎，先知道了，放心吧，我肯定是向着你们这边的。这次呀，我要在你爸面前好好夸夸我女婿。行了，你别装了，想吃就吃呗。哎呦，我都好多年不吃这些东西了。尝一个吧。你这软饭吃的挺硬是吧？其实啊，当年我也是高攀你妈妈的。爸，你跟妈怎么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嗨，我年轻的时候故事可多了。我跟你说啊，想当年……别想当年了，你说说现在吧。嗯，好。咱家虽然和温柔家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作为男人吧，不要在意这些。你和温柔结婚，日子是你们小两口过的，和我、和他爸、和他妈没有太大的关系。其乐融融更好，不行也不要勉强。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想问题比我深刻多了。要不我怎么是你爸爸呀？所以啊，温柔和他家里这个事儿。你温柔是担心他爸妈嫌弃我，所以我更要证明自己，让他爸妈接受我，祝福我跟温柔，那不能因为我影响他跟爸妈的关系啊。你觉得我刚才说和爸妈关系不好的话不必强求是在说你吗？当然了，之前寻觅排名第一，那我心里还能有点底气，现在排名在改版之后都掉出前十了，他爸妈肯定会对我意见更大。爸，你赶紧传授我一点见岳父岳母的经验呗。行，人生啊最重要的事就是三件事，结婚、升学、见丈人、见丈母娘，这最后一点是重中之重，它比结婚还忐忑，比考试还紧张。虽然你们没有见过面，那这次见面就是考验，只要你做好一点，那就是你对温柔好，你爱温柔，他的父母就会接受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爸。所以原来善良以为你是别墅和平房的区别，没成想的平房其实是四合院，还是一二环里的。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突然，他需要时间消化一下。哎，你们结婚也那么长时间了，确实该见见家长了呀。可是我们那一家，爸爸，小朋友们都说我是灰姑娘，因为我也有姐姐和后妈。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没有啊。你是姐姐，你得让着妹妹。她说她不是我妹妹。那你更要让着她呀，以后听妈妈的话啊，
做什么事情都得输给他。我爸家里的主心骨就像这件藏蓝色的 T 恤一样，严肃古板，说一不二。我妈呢，家里的墙头草就像这件拼色外套一样，虽然说心里是向着我的，但是呢，碍于我爸的威严，言行举止都得向着温馨。而我那个不省心异父异母的妹妹温馨，就像这个荧光色的帽子，扎眼高傲，我二不是。那我呢，家里的食物链最底端，就像这个蓝色的格子裙，跟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格格不入。算了算了，别回去了。不行，善良跟他爸关系那么好，我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家这么水火不容。所以你就要硬着头皮见，还得假装你们很和谐。我觉得很难和谐。哎，你别忘了，你可是假装当年救他的小女孩，不怕穿帮？我怕什么呀，我已经超越那个小女孩了。而且众所周知，当年泼水的人就是我呀。歪打正着，严丝合缝。这周末来？是啊。结婚这么久了，还头一回带回家里来。柔柔说了，不是不回来，是怕我们跟着操心。嗯，锦仙，你姐夫头一回来到家里，你对他客气点，别老跟你姐闹别扭，听到没有？知道了。哦，对了，问问他喜欢吃什么，让张阿姨提前准备一下。其实吃什么都行，不过呢，柔柔说了，善良不太吃羊肉、苦瓜和猪脑，这个我提前吩咐就行了。正好我找张阿姨有事儿，我去跟他说吧。啊。这事儿呢，阳光有活力，不错。不行，不稳重。这个呢，舒服又稳重，不错。不行，这样太随便了。这个呢，含蓄不张扬，优雅中带点俏皮。不行。行，老公。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把彼此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那既然是去自己家，就没有那么多讲究。这身特别的好看。真的？真的。韩青，好久不见，没想到你现在还自己设计衣服啊，真好呀。咱们班二十几个同学，就你做了设计师，谁想到我去了广告公司，天天被甲方折磨。哎，我以前脾气多冲啊，都敢直接怼老师，现在呀，磨的脾气都没有了。人都来齐了吧，开吃吧。啊，就我们三个吗？不是还有咱们班上那个学化妆的吗？终于啊，他原本说要来的，但是今天说临时有工作就不来了。哦。你自己可以吗？没事，我自己叫个车就行。那我们走了。好，拜拜。拜拜，大家拜你姐。好好，拜拜。你好，小姐，打扰一下，您这边是一个人吗？不是啊，怎么了？啊，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方便交换一下微信吗？不好意思。你好，你找我朋友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不好意思。终于。你没事吧？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可是我刚才有点事情。我就说你迟早会过来的。好久不见，都两年了吧？大学毕业之后你就人间蒸发了似的，也不跟我们联系了。那个时候出了点事情。出什么事儿了？解决了吗？算是吧。
你现在忙什么呢？我化妆师。那咱们俩算是一个行业啊。我跟我那个好闺蜜温柔，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时装手工鞋的一个牌子。哦。你吃饭了吗？咱们吃点。你不刚吃完吗？我没吃饱啊。我真说过那种话吗？当然了。绝对，杜撰，绝对没有说过。你忘记了，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切，谁上大学的时候没追过星啊？也是。我到家了。好，那你先进去吧。拜拜。拜拜。你没记错的话，咱们俩是不是连微信都没有？哦，你看我真是。你不想加我是吗？你找我。嗯。好了。常联系。好，那下次见。拜拜。拜拜。快走了，拜拜。拜拜。怎么说呢，我们家关系有一点点复杂。其实我亲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你看啊，这个大的酸奶就是我妈。那我现在的爸爸娶了我妈回家，这个酸奶呢就附赠了一个赠品，就是我。我已经知道了。不用心都告诉你了。所以啊，你也不用介意什么红酒和二锅头，温馨的才是万里千金。我不是。你不是万里千金，你是寻觅的老板娘。那叔叔对你好吗？当然好呀。他对我疼爱有加，视如己出，从不偏袒，从不责备，比我亲爸还要好。妹妹呢？妹妹也好，但是我跟妹妹因为从小就相爱相杀，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两个互怼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奇怪。明白，关系越好，怼得越凶。嗯，真好，现在柔柔结婚了，就差欣欣了啊。我不着急。温柔啊，这是我前几天出差在当地买的特色的手工饰品，送给你们姐妹俩。爸爸送的我都喜欢。好巧啊，前两天我爸也送了柔柔一些饰品。是吗？好，坐吧。谢谢。快试试。善良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管理人员。什么管理人员呀？人家善良啊是婚恋公司的总裁。那你父母是做什么？我爸爸刚退休，然后他在山上住。家族企业，这亲家之前也是总裁。亲家有福啊，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休，好好的享享清福。我们欣欣已经很优秀了啊。好看。妈，我去一趟洗手间。哦，去吧。善良，善良。啊？你吃点水果。哦，啊，你别坐着。谢谢妈。妈，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啊，去吧，去吧。
老婆你还好吗？老婆来了。我没事啊，你怎么来了？我刚才看你不太对劲儿，就跟上来了。哦，我早上吃太多了，我肚子不太舒服。老婆，这是你的房间。老婆，你的房间布置的好温馨啊。果然是我喜欢的风格。是吗？老婆，那些书都是你看的吗？也是我喜欢的，没想到你的兴趣爱好这么广泛。是吗？老婆，这些都是你亲手画的吗？真的很有意境，一看就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我能不能带走一幅挂在咱们家墙上？应该是不能吧。这里的手稿画的也太好了，这个画的很一般。画不是很好看吗？带走呗，挂在咱们卧室。咱们家卧室不适合挂画。还有那几本书，你不是喜欢吗？不用了，那些书我都看过了。而且我怎么觉得这个房间有股怪味，我不喜欢。还是到你的房间看看吧。这里才是我房间。这间屋子没有阳光，昏暗的环境适合创作，所以你的设计稿画得比温馨要好。这间屋子也没有摆设，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摆设，摆给别人看的。这里也没有你喜欢的书，看书多了容易变成书呆子。不过你的房间怎么变成这样了？结婚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这间房间随便他们处置。原来是这样。走吧，吃饭。善良，你爸爸知道你要来呀，特别的高兴，还专门的问了你喜欢吃什么，忌口什么，让阿姨提前准备的。谢谢爸，谢谢妈。菜来喽，爆炒羊肉。此刻与你邂逅，回
所有执着，总有拥抱化作港湾你和我，我们彼此相伴，世事变幻，走过那些阑珊角落，而这银河茫茫灯火装扮从未被消磨，此刻与你邂逅。